除了迎接农历春节，接下来也要迎接吃汤圆、赏花灯的元宵节。花莲文化局从大年初一到二月四号，邀请纸雕名师设计新花兔放小提灯。即日起，包含铁道文化区艺馆以及文化局图书馆等指定地点打卡拍照，就可以获得可爱兔兔小提灯，光明一整年。长达十天的农历春节，不少民众把握机会出门走春。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艺馆，初一至初七天天举办铁的新耀兔新年市集，集结花莲在地编织、彩绘、蓝染、美食等各式摊位。期间只要民众到摊位消费，就送限量春联。初一当天也邀请彩虹螺旋集乐社的非洲鼓带来开春表演，并加码现场非洲鼓免费教学，吸引不少家长和小孩一同体验。另外还安排杂耍、神球等展演，为园区新春带来新气象。除了迎接农历春节，接下来也将迎接吃汤圆、赏花灯的元宵节。花莲文化局从大年初一至二月四日，邀请纸雕家洪新富老师设计新花兔放小提灯，即日起到包含铁道文化园区艺馆、寿丰考古博物馆、文化局图书馆及石雕博物馆等指定地点打卡拍照，就能获得可爱兔兔小提灯。包含花莲中南区民众到乡公所也都能获得，要让花莲乡亲光明一整年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